真山水中找奇石，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百思利，今天又到石滩来找石头了，看看今天的时运如何。这是一块石英，造型还可以，有点像一张脸。这是一块什么石头？哇，这个造型好漂亮，好像是一块黄蜡石。沙子里有一块黄色的石头，我们把它挖出来看一下。很黄很亮。哇，是一块黄蜡石，是一块观赏型的小黄蜡石。这里都快石头。那就洗一下。上面这图案还可以啊。哇，像个小姑娘坐在那边，像不像一个小女孩坐在这个石头上？这一块石头的图案像不像一座山峰啊？一座起伏的山峰啊？这里一块画面石。这边的图案比较暗，这么看有点像一个老人的头。一块黄蜡石，这里面很亮啊，就是品相有点差。这个石缝里有一块好像金纹石，我给它洗一下。哇，这边有个这样的图案，有点像一把手枪啊。又像一把虎头，一把虎头。一块金纹石，这个图案像不像一只老鼠？大老鼠带着一群小老鼠。刚才我专心找石头的时候呢，没想到被这块石头给绊了一脚。我把它拿起来看一下，这块石头的造型还是挺好看的，我们把它洗一下。这个样子的，哇，这么看有点像一只狮子，一只野兽的形状。看一下这边，这个样子，这是一块石英石，这个造型很像一只野兽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喜欢我视频的话呢，关注一下。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下期再见。